如果想吃平价又高质的靓牛扒，一定不少得这一间主打任食薯条的西餐厅了。每逢晚市都一定座无虚席，好受欢迎的。他们最近又有新搞作了。今次我们 Top Listic Lab 呢就很荣幸可以跟 W's Entrepreneur 的老板 Wilson 合作，重现回他经典的一个法式酱汁，就用我们的牛扒去做 crossover， 也都是一个机会去致敬，因为他基本上香港是第一个牛扒薯条，我们是牛扒薯条任食薯条嘛，所以就非常开心的。这一间餐厅是全香港第一间法式扒房，几年前因为不敌加租而光荣结业，不少人都大感可惜。我也是很开心，因为 Edgar 可以邀请我来跟他做个 crossover。 我那个香草牛肉汁就顾名思义有香草和有牛油，主要就是这些 ingredients 就是用一个牛汤 reduce 了的汤汁做汁底的，是很长时间的，你家不会做的，咁啊，梗係出嚟食啦。咁再講咧，呢一個 creation 咧就係我以前餐廳，我做咗廿幾年。咁其實好多人都跟住我餐廳食大嘅呢一個汁，咁佢希望嗰啲人又可以回味翻咯。牛扒表面焦香，肉質軟嫩，味道濃郁，配上香草牛油汁，經典有滋味。食牛扒当然不少得喝红酒啦，今次 Wilson 就为了客人选择了这一款质素好的红酒啦。现在我 serve 会是2010年11年的酒，是喝下去会顺的。这里就是很多会买 by the glass， 一杯配一个牛扒就刚刚好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